把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长比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动。大排档从早忙到晚，我还能干什么呀？大排档，你是主管的位置，但是你为什么八点才回家？没有啊，我天天在处理后勤的事情啊。你一个主管做什么后勤的事情啊？你会让你后人失重啊？不行，我要把我们的大排档越开越大的。不需要，我们家不缺这点儿。还有呢，你没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了吗？没有啊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。那有一天晚上，我在你的手机上怎么翻到有一个名字叫什么落什么伤的宝贝呀？什么人可以让你叫宝贝呀？那个是他的网名，我没有给他备注。那他是谁呀？许思琪。许思琪，你不知道我跟他的关系是吗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我没有，我绝对你没有，你为什么还要加回来？因为他很喜欢我，但我不好。好了，那在观看鹏鹏解释的过程中呢，屏幕前单身你可以试试我们这款没有美颜的暖聊 APP。 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暖聊上呢都是真实的照片，没有美颜功能，那系统呢也是不允许美颜照片上传哦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，就赶紧点击左下角下载吧，不喜欢的话你就再卸载好咯。怎么跟我在一起啊？就只会背着我偷偷搞人是吧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没有出轨。没有出轨？那他是谁呀？我只是跟他解释清楚。对呀，许思琪耶，你不知道，你是不是很享受这种感觉啊？没有，很享受两个女孩强的感觉。我只是跟他解释清楚，我没有跟他有任何的关系。现在，那你约他见面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约他见面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有些话当面说不清楚，要当面说。当面说不清楚，当面说就说得清楚了吗？两个人孤男寡女的，而且你是有夫之妇哎。但是我跟他见面绝对不是做那些事情。哼，谁知道呢，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你没有看到啊？你没有看到我跟他有任何的事情、啊、我就看到你的聊天记录了啊。他怎么叫你的？那都是他的事情，我没有叫他呀。那你为什么不拒绝呢？因为我要跟他说清楚啊，我跟你已经在一起了，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可能。说清楚一天就够了呀，为什么三天两头都在聊呀？你到底要我怎么解释你才能相信我？我不想解释了，你就是想跟他在一起。你跟我是为了钱吧？不说话了，你穷，所以跟我在一起吧。